手团内底有两个团员的，三个团员在内底啦。啊，今日上吊个二队啊，就是将近七十年的代志啦，所以我每遍拢会小可讲一个安尼，买耽误大家时间啦，吼、哦。今日来讲上一个1935、1945，吼、哦，啊个米格桑一个田村实家写的一本册，日本人。但人为虾米咧哭？八十几岁，即个人为虾米流迄个目屎？是咧为虾米咧流目屎？为虾米？哈、哦！我今仔日讲的是，咱宜山个饭店是咧1945年被美军炸掉嘛？哈、哦！伊咧1945年前大约五年啊，都起好非常水，叫做护国神社啦。我叫护国神社。就是已经安尼，算起来是美国迄个日本都要准备要战争的时阵，迄个迄两阵落成的。啊，迄两阵，小陈，我请小先借问一下吼，才有人捌听过陈克顺这三字的人，我捌听过吼，有啊无？我是 very serious 哦，哦，捌听过。啊，有陈克顺的亲情啊无？朋友。有啊无？有啊，无要紧啦。有啊，无要紧啦。你一定听吼。啊，我阿妈讲，我所以，我甲人问安尼啊，我所以讲讲就是讲学历上安尼对啊，吼。我真侪历史哈，拄着迄个，我拄着咧路中时拄着苗栗门丢了啦，讲哎、欸，我嘛是我惊咧，我来叫阿妈叫万喜，讲苗栗丢了你。你捌听过陈其顺？我讲啊，你毋是恁恁教的，啊，伊在咧迄落乡联教的遐啦，啊，大概咧啊三四十年咯吼。伊讲教会公布吼，两礼拜前哦，写一大篇的，写一大篇咧批评伊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我讲的是，你迄个教会公布的记者毋知影代志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咧1945，迄、那个发动战争的时阵哦，日本政府日本这个帝国。帝国政府吼、哦，命令吼丢了教会吼、哦，差不多八个牧师啦。即我阿公甲我老爸讲，我后尾细汉就常常甲阿公即个代志，阿公阿家出气安尼啦。吼、哦，你咧日护国神社内底吼，阿叫因阿来讲，迄、那个天老爷万岁，天老爷万岁，五八个牧师啊。哦，当然，牧师的立场真无同款啦。比如咱咧讲，有几下因为足客哦，日本政府关起来，关三四个月，几下牧师啊，好像不过人袂记吼。我咧讲，伊咧遐讲天皇驾万载，过来的时阵，我出面是哦，手开始抢过了，吼、哦，用枪啊，吼、哦，手比枪安尼吼比，就个枪。哦、这咱的牧师啦，哈、哦，这会当谅解啦，因为迄个时代的时空是安尼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咱牧师比敢那去做兵同款嘛，哈、哦，爱做统战啊，哦，我老爸嘛是统战入去，是统战入去，我老爸是做后的家家吼，拢了也笑，也笑啊，到一个伊都爱对迄个美军吼、哦，美军的叫做咱叫做统战啦，哈、哦，咱爱阮老爸唱迄、那个。国的节奏听的歌，迄个悲伤哈，好因回想因的听因的国家唔当战争，啊，伊就开始哦，甲美军放就去反波哈。所以，悲伤，甲这辈的人哈，你护国神社哈，啊，天皇万岁，啊，庆生，迄个蒋介石啊，这个当谅解啦。因为时光是安尼，但是袂当谅解是啥物？1975年吼，蒋介石吼，国王吼，前三年吼，退出联合国，1972年吼，退了七联合国时阵，国民党非常紧张，所以就紧要怎收买吼，迄个民心，头一个就是找丁洛教会啦，啊，头一个就去总统府就是欧一尚啦，吼。因为我伊杀，所以我的老爸真袂当谅解。我的边啊有一个有几下个真尖端的科学家，吼、哦，啊是迄个无论是医学的科学家，你
你那个康奈尔做研究的，我的亲戚，我细汉都爱问伊，是不是有真理啊？是到底恁在讲的真理是无真理？真理干那两个条件尔啦，那就是永远不变，都是真理啊。第二个当研究，就是讲这个真理加这个真理啊，才叫一个叫叫做真理啦。这个真理啦加一个唔对，啊，所以牧师就逐礼拜拢有话通讲。圣经这章也真理，啊，迄间也真理，啊，这章到一章啊出来就够真理，好、哦、演可以演绎，吼、哦。所以就是讲你讲的讲道德、道德甲信仰啊，是绝对要一贯的，唔通像我以上安尼。哎，这人挡袂了，咧两礼拜前吼，吼、哦、会讲会咧教会讲无出这边在内面，绝对有人有专门咧研究这段的人来啊，啊，我嘛是挡袂了，甲这教会七十年也是讲。在日本时代，八个人到伊山，在护国神社，这几个人，恁是哪个教授啊？几个，他就先转那边的，哦，遐遐遐，天龙万岁，就该就庆赞。过十五年后，伊去总统府，蒋公英明，伊讲蒋公英明哦，哈，好，来，搁落吼这条歌吼，唔是用歌声唱，用听心唱出来吼。台湾咱的宝贝，来，我才有三个合唱团的团员，我才来得。啊，今仔日哦，恁来我唱，啊，恁来做啦，啊，要做今仔来唱。云远的山风阵阵的吹。找到请咱团的土地，咱的心念在这对着祖先的脚步，开阔两万的前途，心中听母亲的声，详细看。开阔两万的前途。